接下来去占领那个制高点，等待火力进攻。 现在每个鬼子的坦克，就是赶回来也来不及了。营班长，重换口令，检查装备。是，检查装备，检查装备。大家原地别动。 我讲一下，布置战术，同志们，鬼子就在那儿，这仗咱得佯攻。甭管美国鬼子武器有多先进，地形有多占优势，都抵不过我们完成任务的决心。指导员带领三排兜底。 我们一二排从正面打牵制，要想赢，记住，正面进攻一定要打得坚决。同志们，一定要挺住，一定要拿下阵地。胜利是属于咱们志愿军的。检查手榴弹。
Thank you.
つぞ。